下面我们一起学习耳三针。耳三针的穴位组成以及定位。耳三针由听宫、听会和腕骨穴组成。第一个穴位是听宫穴，属手太阳小肠经，它的定位在面部耳屏前下颌骨髁状突的后方，张口时呈凹陷处，取穴时主患者张口，耳屏前微下凹陷处，下颌骨髁状突处即是本穴。第二个穴位是听会穴，属足少阳胆经，它的定位在面部听宫穴直下，当耳屏前切肌的前方，下颌骨髁状突的后缘，张口有凹陷处。第三个穴位是腕骨穴，也属足少阳胆经，它的定位在头部当耳后乳突的后下方凹陷处，取穴时让患者正坐或侧伏，医者用手指从耳后乳突由上向下滑动，滑至乳突下凹陷处即是本穴。耳三针的穴位主治，主要治疗耳聋、耳鸣和听力下降等等疾病。它的针刺要领，第一，它针刺的效果比较好，但是要注意针刺的深度和位置。第二，听宫穴和听会穴必须张口取穴，可针入 1.2 寸，入针以后再主患者闭口。第三，上述两穴不宜采用穴位注射法，如果加电需要注意刺激量的大小。第四，根据具体情况配穴，可用中主、外关、合谷、四神针、颞三针、脑三针等等穴位，或者是主方。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